婚纱照自己拍，我打扰了，哎，也不知道谁呀，是谁呀，那么幸运可以娶到我呀，真烦，哎，我还是在外面多磨练磨练吧。谁呀？我真羡慕死他，加油啊！来找我。还有什么妹妹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就在看，感觉这里整个家居市场，啊，还是自己一个人生。哎，如果真到那一步啊，我肯定找个外国人，生个混血。啊，最起码好玩呀，啊，什么得优衣库？我在宜家啊，重金求子啊。你们的血统里面有没有这个啊混血儿不能说是吧？行，啊，重金求子，重金求子，重金求子。哎，这有早嫁，我想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想啊，我找外国人，我重金求子啊。都到那个境界了，当然是重金求子的啊！非洲，管他呢，不是说什么有什么库吗？库存吗？嗯，看这边有什么？想用这个，这49块钱，这么贵吗？牢吗？嗯，莫非老师看我直播有什么感受啊？莫非老师一定会理解我的。他活得多通透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都是荧屏人啊，荧屏人，对，他是大荧屏的人，我是小荧屏人物，我们这种是属于生活志士的，是吧？等我找到对象你就取关了，你不会的，你喜欢我，你喜欢看我直播，只要我找对我的方向，你不会取关的。怎么样啊？库要花钱，我哪知道呀？啊，不会英语，我会英语，这有什么关系的呀？你们还没理解什么是重金求子吗？我想买这个，但是这个太贵了，你知道吧？49块钱，这不是抢吗？是不是抢？啊，外面。那我跟梁博订婚了，你们为什么不生气呢？对不对？太贵了，但质量看起来很好。嗯，谁说我要找外国人？你妈还在小地方不得？梁博怎么没意思？我天天在我旁边呢，呢呢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！现在我只希望疼痛来得更痛快。哎，这个好，我买一个这个架子，这个架子好。嗯，是不是？轻轻的在我耳边叫我的小名。啊。那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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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我只希望疼痛来得更痛快，反正不能够重来。呜呜呜！我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？我想找那种……说实话，我觉得男生啊会关心女生。就是一件很帅的事情，尤其是就是喜欢那种，不要太大男子主义吧。其实大男子主义也很蛮帅的，啊，但有些地方可以不要，能屈能伸，大丈夫。我在说什么呢？嗯，
这种感觉的啊。嗯，什么叫花痴脸啊？只是简单的在陈述一些事实而已。能屈对，能屈能伸，啊，能攻能插，嗯，弯腰插背，都可以，力气大，力气，有钱长得帅有什么用啊？真的是，我跟你们讲，就有一句话说得好。女孩子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男孩子都好色，啊，男孩子也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帅的和有钱的，真不是这样子的，啊，那种追求只是小姑娘这样这懵懂追求，没有意义，是吧？你说难道我要认为你们全部都是色逼吗？啊，你们虽然是，但是我会说出来吗？不是。这尖儿贼棒，你这名字建议你改了，啊，是不是？你们缠我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吗？嗯，是不是？我不能总以为你们全是色批吧？你们只是口嗨，对不对？站在我面前你敢对我说你好大哦，你敢吗？其实你可以说完就跑，但是我肯定会追上你的，毕竟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的。好，我小时候是，嗯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敢是吧？你过来，来来来，你看，我理解你们，就是网络上重拳出击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我不是大，知道吧？我是离谱，嗯，懂了吗？这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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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什么但是我说实话啊，就男孩女孩在一起交往，我觉得经济是一个基础啊，你不能非要逼着人家，嗯，你要非得逼着人家女孩就在你没钱的时候对你死心塌地，这种就是自私，知道吧？这种男孩就自私啊，一定要非要就是比如那个有首歌什么四块五什么之类的。这不就自私吗？对，怎么会有这种诡异的想法呢？啊，你们可以，你们不要，就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这么想，有本事的话就找个富婆，不要努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老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咱俩会走一走，多快活。自私鬼，没有考虑过那些女孩的感受吗？你奉献一下自我，快活一下富婆不好吗？啊，像我是吧？我不是啊，富婆玩喷火器的吗？我真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哪家店的？啊，你是哪家店的？啊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路啊。你问个揪皮，你问路，哦，回去了，我要找到那个桌子，定制我的桌子。嗯，不会的，我跟你说，男孩子不会穷一辈子的，有的男孩子哦，三十多，他才开始真正的打好自己的地基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呢，不是这种。是呀，是一份理解。我觉得男孩子和女孩子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理解，有了这份理解的话，其实有钱没钱啊能过就可以了。我马上去买，我的爱好就是什么，就是逛街逛。对啊，啊，嗯，啊，我肯定啊，那肯定就是什么平底锅每天打一打，针扎一扎，知道吧？啊，平底锅打一打，针扎一扎，然后呢，棒槌回来以后加把伺候跪键盘，多快活，理解。嗯，理解的打波理解啊，不理解的也没关系，
我也没理解，反正我都是网上抄的，我都是网上看到的这些东西，感觉说出来以后可能这个可能会这个啊，如果理解的朋友呢可以送送你们小礼物啊，有这个办卡的朋友可以办办卡加入狐狸的大家庭，好吧，粉丝牌十级可以进我的微信群啊，没有办卡的朋友呢刷刷飞机，没有办卡的朋友刷刷飞机或者刷刷火箭，支持一下我的直播啊，理解理解，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啊，理解谁，管他理解谁呢，管他理解谁呢，好，我回来了。好了，现在的问题就来了，我迷路了，而且我手机没电了，我走了，走吧，我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了，我可真是牛皮啊！啊，下次一定啊，下次，行，你们下次记得再来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开门啊，开门直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有一颗豁达的心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豁达的对你们，你们总有一天你们是吧？你们中了六合彩，最起码会给我来一架，啊，宇宙飞拳，顺便再搞个皇帝，超皇，你们都是苗子，爱你们爱你们，阿姨爱你，谢谢，狐狸羊大聪明，啊，等一个超皇，啊，等一个超皇。大家记得多发财啊，等你们发财啊，中肯定会中的，肯定会中的，现在有那种你们去买10万的彩票，你坐在那边刮一天，我就不信你中不到巨额奖金，最起码你能中5万，这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我迷路了 fuck， 是不是最起码能中5万吧？5万块钱，这不是大奖吗？是不是有点道理吧？心动不如行动，啊，心动不如行动。我要是你们，我赶紧我就对吧？我就赶紧就去抽奖了。嗯。赶紧去抽奖，一点都不浪费时间，我要去4楼弄一下啊，是刮刮乐，我要上去，啊，请去3楼换乘，这是几楼啊，这是几楼啊，嗯啊，我刮刮乐基本上都会中一点的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家的那个门啊，插销坏了，我就插销坏了，该怎么办呀？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我去找我的桌子，还有我的小推车。嗯，去吧，去吧。我和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，各自生活自由自在，如果说现在彼此的生活有离开，只留下深深刻刻的表白啊，换门啊，就是他那个门是大门，是这样子，他晚上他会那个，他会有响声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本来呢，我就会害怕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害怕，啊，就是我想把他那个插销弄好，我找房东阿姨吧。嗯，啊。买个螺丝刀，他那个人说他是断了，知道吧？谢谢谢谢，大家有荧光棒的朋友记得刷荧光棒啊，这个总可以了吧？啊，性感主播在线卑微要礼物啊，哇，
其实讲实话也不是特别怕，好吧，就我已经，就我现在已经坦然到那种就是啊，算了吧，无所谓，没有关系。找到锁匠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那个阿姨，阿姨特别关心我，问一下，我也应该要学会如何跟这个，如何交流，正常的，这叫什么？就是那种正常的交流，就是我会有一种那种情绪啊。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，就跟别人交流，其实你都客客气气好好的，但是你心里面总会有一点说不上来的那种不知道的感受，会有吗？你们会有吗？就跟别人说话可以客客气气，都好，可以很好很好的说话，也可以正常对，笑着说话那种，然后其实不会让别人觉得难受，甚至大家可能会都很喜欢你，但心里面就就说不好，心里面就说不好，说没有吗？啊，就你能感受到别人，我是能感受到别人对我好，然后我，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啊，我还没降噪呢，我看一下，我降个噪，这才真降噪，这是真降噪，这个比较牛逼了，可以理解吗？啊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的一家，这也真降噪了，那种消声一下全没了。我在找那个桌子呢，我要去看那个桌子。这个啥？不是弹不到一起，不是弹不到一起，就没有人有这种感觉吗？可能是社交恐惧症，是吧？啊。我是很任性很坏的一个人，我是很随意的，就是任意妄为，可以说任意妄为。小时候没人管，你知道吧？长大了就更没人管了。现在会自己赚钱了，无法无天，就是真的无法无天。无法无天的那种感觉。很那个的。好，去把那个桌子给它弄掉。你好，我刚刚来要那个桌子，我逛了一圈，发现没什么东西。还有一个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刚刚那个单号是多少来着？发给我，就是804。发一下给我，804什么来着？谢谢沈星的58个小星星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804256170，粉色。
好了。一张英语武器是我的桌面四根锯腿，再加一个粉红色的。嗯嗯嗯。楼下付款就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嗯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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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你知道他跟我说，他说，他说我帮我安装还要加89块钱，我算了吧，啊我是不是忘买柜子了？算了，我从淘宝上面买吧，就是送到家119，安装我的桌子89，我就我自己装。我自己装。我哭啦。啊？对啊，我自己装啊。不用他了。啊？为什么不回家啊？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好像有这么一首歌。我要你爱上我。不是有首歌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吗？后面是什么来的？我自己装的东西太多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不要小看我的手工能力。我自己装的，我自己装的东西太多了，我搬家都是一己之力搬的，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知道了，我一天的时间我把所有东西都弄好了。后面是什么来着？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声不开启的门。哎，这歌什么歌？好老。直到一声不开启的门。后面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歌呀？有啥不一样？就是不一样，这有什么好？哎，去付钱了。哎，买东西是爽，付钱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们发现我是个抠批了吗？啊？我是真的。我是否是应该要大方一点呢？啊，不是几百块钱嘛，老那么逼逼赖赖的烦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嗯，嗯。果然是你看上的女人，走开！这反正没有，你都没有牌子，你还好意思说你看上？你看个 chips， 嗯，滚！不要挨我，别挨我，没结果，除非花手摇过我。没劲。宜家适合一个人出来逛，知道吧？宜家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，知道吧？宜家就是一种适合一个人来逛的，去。没劲，有意思没意思啊？没劲，你知道吧？我去哪给钱啊？我手机只有10%的电了，我待会要自动关机了，你们可千万不要怪我。嗯，没有，我这种眼神就是羡慕，就是羡慕。好像有个工具人过来帮我一下，帮我拎东西。但是现在男生可娇贵了，谁会愿意？
如果不是爱，谁会愿意做工具人啊？是不是？不要再刷这个，果然是我看上的，啊！滚，滚滚滚，滚！再烦我，烦我，嗯。如果不是因为深爱，谁愿意做舔狗呢？舔狗这个词，我觉得发明出来的人就非常有恶意。明明是深情，为什么要说舔狗？到底是谁呀、啊？马克西奇？哪个稀世奇才弄出来的这个名词啊，靠，像极了爱情。啊，猫超领我们去三楼，我们要去三楼啊，这里没有三楼啊，找地方，在哪里可以买单呢？你好，在哪里买单啊？买单在一楼，从这里去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啊。啊，对。啊。啊。声音，声音。不是男生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的男的跟别人发语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。但我如果我说到你们呢，不要怪我冒昧，知道吧？因为有的男生发那个信息的时候都整，宝贝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在干嘛儿？哼，啊，哎，睡了吗？睡了吗？笑什么？我这是礼貌，这是礼貌，知道吧？别再刷，果然是我看上了你在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啊？不用哎。啊？男孩子有没有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？宝贝啊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在干嘛？有没有想我？这个啊，没有吗？没有啊，那你们还不够。网上面这种多，装那种什么大狼狗声音，什么小绵羊声音，在吗？啊，快点做个干嘛？恋爱吗？啊。爱吗？恋爱吗？没有吗？啊，渣男吧，不知道是不是渣男。总之，我就想把他的嗓子里面的泡给他全抠烂。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女孩子。雪哥哥，恋爱吗？小哥哥，恋爱吗？喂？在吗？在吗？就夹逼吗？在吗？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啊，在吗？
就这个声音，还不是我刚刚那个骚声啊，骚骚声是骚骚声啊。小哥哥，在吗？在吗？你在干嘛？这是骚骚来着。你在吗？这，哎，你不是烦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一直他妈叫叫叫叫叫的，啊！接着在那讲话，叫叫叫叫叫。男的女的我都讨厌，想把那么嗓子给他口直了，烦死了，在那叫叫叫叫叫，主人还以为真搞的嘞。我这个我应该怎么办？等一下啊，丫儿，我把我东西掏出来给他，我买单了。我买单了啊。这嗓子，这嗓子，这得吃多少东西啊，把自己卡上。看那种夹击萝莉音，烦死了！一天到晚听这个声音。啊，你在吗？我在你脸里偷。哦，我买个单，还有这个。没有。要。现在5块钱一个。哦，好。应该可以。买单，他这个是小码的，你们都不可以。手机。928。我要自己弄。对啊，一共928。因为到后面去拿好吗？啊，好的。我到后面拿，架了一下，买了一个大的桌子。我先把它装起来了。一个桌子，我主要是花在哪里啊？桌子还有那个推车，因为桌子的话呢要300多，推车的话呢大概要也是要200-300块钱，总共加配送费119，200-300加起来就是600，然后加119就是700，剩下的300块钱呢买了一些锅碗瓢盆，然后这个东西比较贵，这个东西大概一个是30几块钱还是40几块钱吧。大的要贵一点，然后一个毛刷子，然后一个蜡烛9块多吧，小东西小零件凑在一起的，小零件。总之我今天一天，哎，这些东西哪儿有钱人啊，我胸前就是啊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人家不是有钱怎么了？那我肯定要买到位啊，对不对？我不买到位的话，难道我买到肾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饼吗？
都有限时优惠价，好可爱，欢迎大家选购。现在真的，欢迎光临瑞典食品屋，今天限时特惠，牛排、三文鱼块、瑞典丸子，都有限时优惠价，欢迎大家选购。好好好。欢迎光临瑞典食品屋，今天限时特惠，牛排、三文鱼块、瑞典丸子，都有限时优惠价，欢迎大家选购。好。欢迎光临瑞典食品屋，今天大彪好像之前送了我一个吃的，还是可以拼的，就是我圣诞节的礼物。妈的，忘了拍照了。妈妈，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酱。还有好多的东西啊！谢谢赛东的飞机啊，赛东，么么哒！这里有燕麦饼干，我买一个吗？不买了，我要省钱。男生不都喜欢女生这样说话吗？你们不喜欢吗？那个叔叔你好，问一下那个地下停车库从哪儿走啊？不知道，没有地下停车库，就是地上的，停车场在哪里？哦，谢谢谢谢谢谢叔叔，叔叔再见。人家是不是孩子，我什么都不懂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想借用一个轮椅吗？我可以负责帮你们准备前期的工作，把你们腿打断，怎么样？正常一点，怎么个正常法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我只能恶心你们了，不然能恶心我自己吗？我开什么车？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是人在外面啊，真的要奋斗，知道吧？我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新换的车吧。但我希望大家就是低调一点，好吧？不要让太多人知道。说过好看吧，那好看就对了，好看就完事了。等下我找下我的车，我什么时候一个月播十天？我一个月我都没有停过，我一个月播100天。哎，我车呢？我车呢？哦，我没车。走吧，去打车吧。我忘记了。有车了不起啊 ！Fuck！
搞忘了，搞忘了，太入戏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太入戏了，太入戏了，一时之间搞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没车，没车，新换的板车，加油，加油。